今天你爸买的带鱼可真没少买，四条啊。嗯，头脚去。这个好吃。嗯。哎，脚掉。这地方大了哈呢？大了哈要啊。大了哈是啥呀妈？嗯这嘎子这玩意不叫大碗饭吗？打刀。打刀。这个可是个技术活儿嘛。这还技术活呢？嗯，这没有耐心玩的，还整不了这些刀。这就咔咔拿呗。腌一下，料酒、胡椒粉，来点盐，腌制一下。给你整个合格不合格啊？这还啥不合格？这样他们不多了哈，四条鱼才这么点完，得会买四条，买三条完了。来点淀粉，准备开煎。就是煎鱼今天。隔一天就吃鱼，好了，这鱼是好快，四家多，这是铁的，这得挪。馍不行，就来沙菜，我家最好整沙菜。配盘大葱，我有花生米，昨天咱俩买的花生米。那行。五幺辣椒八六。真臭。这老醋、肉酒、黑糖、黑醋、白水，开大火。哎，来点盐。好了。好了。哎，这大两块，这家伙。这个方块够手拿着吃，坨，这了不了得，坨。好嘞，这还能造一顿。来点小葱，我妈怼的小蒜酱，搞点酱油。哎，这蘸猪皮冻吃啊。嗯。哎，这啥？三个菜整一个花生米。三个菜就三个菜，能不能咬我吧？能。没吃。哎呀妈呀！多长时间没吃花生？这么多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我爸今天买四根带鱼，红烧带鱼、猪皮冻，昨天的菜儿，花生米凑一个，这香菇炒肉，啊。开饭，开饭。东北家家都熬粽子，是吧？一般都过年熬。那我大嫂在家还熬粽子呢。反正平时也有熬的。吃鱼啊。这两个啥过过年？有卖的就买，就做的，也不贵。因为我张国高暖壶脑洞了呢，我张国净招回去。暖壶咋能啊？嗯，你会吗？吧，我听说过。大米饭吧。嗯，一边多的。嗯，行。来点。我天天给你吃一边多就行。这是不能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烫。
烫烫吧，烫烫的亮。整口窝吧。来呗。来。你爸正好一个牙吃完了。对。刚那牙呀，还得整准唱呢。不准唱呢。送那个窝去了。得卖药，这玩意儿不能着麻。不送。吃鱼更不能着麻。吃鱼不能说话。你少说话。你那牙可能得有一个月了吧。差不多这个过完元旦能行。大连那嘎达渤海到100多块钱一斤。哎呀妈，等过年我给你买一斤吧。不要，吃他一百块钱吃他了，我多了不要，就买一斤。一斤没法给你交，那就看他水平问题了。那就说我就买一斤给我爸吃，那一条鱼都好几百。吃他，哎呦，你长得那么好吃，100块钱买啥吃都好。我对带鱼，你的幼后呗，不我太感兴趣。咱们家你大嫂愿吃带鱼。嗯。她愿吃炸带鱼。带鱼挺好，带鱼。今天的带鱼确实挺好吃。哎，啥的好，主要花刀打的好。吃这玩意得格外小心。不是，带鱼有刺。这带鱼这玩意吧，嗯，你得会吃。你不能着急，你看我这下子没着急，你看这刺多恶心呀！我这下就着急了，咔嚓一下刺咬断了。那你咬断了就不行。这个从来没有咬断过。怎么样？你看，让我爸给你展示一个。你吃的从来都是这样式的，哪有咬断的时候？我这性急，好咬断。看不出来你性急呀。嗯，就吃饭不急，干啥都急。因为牙不好，对，他也不是不急。我牙最好的原来，我这牙还齐刷的。人有那人开饭店的时候，去顾客都说：“你这么点岁数就掉牙了？你镶的牙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没有啥，年头你镶的牙。”假牙。嗯，原就说我是假牙。嗯。那玩意不能好拿下来让他瞅瞅，你也不能让他摸摸，你这玩意你个犟过的，你怎么说呢？那你就是假牙，你就不用说了。假牙假头发，其实都不是假的，都是真的。那时候就牙长得可齐了，还跳牌，一点都看不出来那啥。那你也不好整呢，最后没了。没了。瞅那可怜啊，今天整挺快呀，整快了。哎，到那嘎喝一口，粥一下。没有。原来不能到了啊。要不说你在爹妈跟前，你永远结不了婚。嗯。你除非我俩户口这块儿。我爸可能抠我点刺儿啊。嗯。这玩意儿刺着你，就这种刺，你要卡嗓子眼儿，没完事儿。你慢点吃。你要这吃这玩意不能说话，以后那别说话了，可别扎了。这牙不行，你一说话它赖上。没。你快造吧。咱俩先整一个吗？嗯。我爸还有那些白酒，今天喝的吧。光顾摘鱼刺儿了。嗯。这大蒜就跟那烧大蒜一样。哎，先生。那蒜炸金黄可好吃。咱们再烤，要烧烤的话，搁我家，你给他烤两口大蒜，也吃。你吃过吗？那回我记得谁烤了的，我吃了的好像。嗯。那是我大哥。烤蒜、烤毛葱，我好像吃了，都有烤的。烤毛葱没有吧？咱们烤毛葱有。烤韭菜，那韭菜它咬不动。
咱这韭菜不好。烤你烤几回你忘了，我没想弄。咱这韭菜不好，你这水灵的韭菜好。那春天的韭菜，那才啥时候的？秋天韭菜都老的。那不挨刀，人家那么贵，肯定有那么贵的道理。啥不挨刀？刀鱼吗？哎呀妈！整懵了。那肯定是香，哪来的？你跟我大哥去瞅去，我是买吗？有买咱们买啊。那一条鱼得多少钱？500多块钱。我的妈！你看那也是过年能卖出去，你平时他卖不动。送礼的。对，除非送礼。搁人家吃的对不舍得。搁东北那时候就是。那家可细心了，谁家？嗯，他家那天就吃好的，这帮都问，哎呀，那你不过了这回啊？吃完一顿不过了。宁宁吃好，给你吓唬呛。嗯。喝啤酒你得吃花生米。嗯。啊。你这点花生米也行。来的多及时哈。嗯。这玩意儿就光手抓吃，光筷子夹太费劲。那你就光手抓吃吗？哎，到手劲了一把把吃，吃完你能不能吃？你有那些牙吗？你就一个牙，你不一个粒一粒吃？一个粒你没有多了好咬，你咬不着这个能咬那个。那一个牙，你能咬快你搞五个粒咬不着这咬那个，这你不懂。那大米饭完事儿。东北就喜欢带鱼炖冻豆腐，带鱼不咋吃，那冻豆腐可好吃了。不是吗？嗯，就咱家喜欢呀。别人不喜欢吗？别人有不知道这个菜的。哎呦我的！是吧？那你辽宁、吉林那边有好多不知道的。带鱼炖冻豆啊。对。啊，东北可是家常菜。家常菜。不家常菜，家家我看都吃。吃东西鱼。带鱼炖冻豆啊。那冻豆腐可好吃了。东北三省，黑吉辽差异还挺大的。吃东西不一样。三个省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。哦，炖粉条子，哎呀。啥带鱼炖粉条子？嗯。我就知道带鱼炖冻豆腐是最好吃的。这是啥东西？炖土豆子。对。炖土豆子可不好吃。好味儿。哎呀，喝饱了，半碗米饭，以后要减量了，慢慢减，一顿半碗嘛。嗯，今天就也行。行吗？嗯。原来从两碗饭，慢慢减，减到一碗半。原来可不两碗呢。我最猛的时候吃过三碗。真能吃。个个都佩服，个个都佩服，个个都服。减到一碗半，完了之后是一碗。一碗，这回减到半碗，慢慢就不吃了。这不吃就不行了。嗯，你一天得一点饭儿，嗯，为了有点饭支撑我这大体格子，我撑不住了。你我爸不吃饭是咋回事？因为我爸白天吃，嗯，晚上吃菜吃的多。晚上不吃饭行，嗯，晚上岁数大人不吃饭。我晚上吃菜就吃饱了。我是早晨中午吃的少，你说早晨有时候吃，有时候不吃呢。来一块正好我，我不要了。你说剩两块，剩两块你吃吧，我可不要。我不要了，那你来那辣椒，辣椒也行。买辣椒可咬不动。我来一个。来两个花生豆得了。花生豆那么硬能咬动啊？能。你这吃东西真可鲁啊！花生豆帮忙硬。我这牙吧，能咬这个大东西，硬的菜，嗯，咬不动细的东西，细的东西咬不了。炸肉啥能咬？嗯，炸肉能咬吗？炸肉这回我爸可咬不动了。那也能咬吗？你碰碰啥？你咬不动了。人能咋咬不动呢？炸肉咬不动，炸腰子。
你别你给他炸一盘，他还是能咬的。他拉倒吧。炸又会咬。干啥花的？炸又咬飞。能喝了吗？咋喝不了呢？喝了了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跟大家干杯！一口酒喝。一口酒。哎呀，吃完饭还得继续出去溜达去啊。嗯。是不是？今天轮班了吗？该。嗯。换班了。嗯。换人了，今天。那个红烧带鱼，那颗溜光，反正四条带鱼，那家伙这俩菜照溜光，整挺好，动作明天还能吃一顿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，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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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